大家好，欢迎观看本期视频。东安鸡是一道湖南省永州市东安县传统的名菜，此菜色泽鲜艳，肉质鲜嫩，酸辣爽口，肥而不腻，食多不厌，被列为国宴菜谱之一。下面小编就给大家介绍其做法。选择一只鲜嫩的小母鸡，宰杀干净后，将其肉洗净，放入汤锅内，加入少量清水，照约五分钟，至鸡肉八成熟时，捞出料凉，葱切断，生姜切成丝，将鸡肉切成条，干红辣椒去蒂，籽切成末，炒锅内倒油烧热，下入花椒、干红辣椒、生姜丝煸炒，下入鸡肉，倒入料酒，煮鸡肉的汤，用精盐、白糖、味精、鸡粉、醋调味，翻炒至鸡肉条熟后放入面，勾芡收汁，淋香油即成。东安鸡清新素雅，鲜香中带有酸辣麻味，有壮腰健肾调理、贫血调理、气血双补调理的功效，老少皆宜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介绍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